如果当你在你觉得你已经没有产值了，你在工作你已经受不了，又和大大的压力，你的机器运作，你的脑袋运作已经越来越慢的时候 ，OK， 三个小动作你可以做。第一个，动起来，离开你的座位，你可以走路，你可以去茶水间。第二件事情，深呼吸。第三件事情，如果可以更好的话，请你出去晒晒太阳。OK， 接受太阳的能量，然后把自己的身体，把你的电充饱充足之后，你才有机会再创造。OK， 你要创造一个空间，对，他创造的空间。三，想想想，看看，对，看前面后面看，来，创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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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间，很好，来，九。OK， 好，这是我们的 OK， 好，是，好，三二一。